帝尊现以下旨，削去你的仙籍，抹除你的仙意，打落凡间，永不为仙。我要让你带着仙子的记忆，在凡间屈辱度日吧。你，我要把你加诸在颜淡身上的痛苦，百倍、千倍的还给你。我有才艺。才艺？嗯，听闻山主威名显，妖力无穷保家园，万里迢迢来倒贴，只求族长可怜见。我铁血忠心，愿奉献，愿奉献。是我吗？我从冥王口中得知仙魔大战的线索与天使记载不同，如今我想下凡彻查此事，还望帝尊准许。东极清离应渊帝君违反天规，在进仙大典之后被贬下界历难，我会保留你的记忆还有仙力，以便你在凡间行事。我此次下凡是来寻一个人的，此事非常重要，一刻不能耽搁。夜阑山的妖族是五眼通天，你要做了山主啊，万千妖族听你号令。别说是找一个人了，就算是找一根草，找一粒沙，他们也定能帮你找到。你情根深重，旧谊难消，我要分断情根，抹除你对我的情意，方能彻底消除记忆。此人是我心中所爱，奈何情深缘浅，终有一别，唯愿他前尘散尽，生生世世自在快活。妖灵无拘无束，你可在凡间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花妖，往后之路我已无法相伴，只愿这尘花残，在凡间相随，护你周全。夜望穿九百年不渡者，便会凌霄破散。帝君，难道你要看着他灰飞烟灭吗？离九百年还剩多久？只剩三日。以藏，对不住啊，今日还是没能忘怀前尘，渡不了忘川水，又让你无法交差了。严丹，你我相识多年，不必这么见外，我会助你渡船，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。知仙期只剩两日了，看样子我是忘不了了。你让仙籍官准备一本假名册，写明颜淡已然渡川，平安去往凡界。颜淡已经成功渡川了。今日我在渡川者名册上找到了颜淡的名字，往后他应当与我再无关系了。我亦不该记怀于心，再生妄念。下界去找颜淡了。你受苦了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不起，
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手拉着手走下去，我以为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，可我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。燕丹，你舍得将这沉香炉焚毁，定是对我失望透顶。可只有让你离开延续天宫，才能令你彻底断了情念。本君已查明，这毒便是你自己所下。燕丹本不应该受刑，该上天刑台的人应该是你。早知如此，宁愿邯郸之花从未开过。欠我一份情，作为补偿，我要你亲眼看着我走进夜王川，亲眼看着我把你忘记。吾已取出你部分仙意，待其散尽，你便会忘记此女，之后刑罚自会解除。别走，燕丹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天界要借情了，情真的好痛苦，真的比天雷还痛不欲生。比起痛苦，我更不想忘记他。在地亚那段时光实在太美好了，实在太怀念了。应援君，他是你掩虚天宫的人，刑罚如何由你来判定，但是此人居心叵测，绝不可再留在掩虚天宫。夺海仙官将严丹押入天牢，三日之后本君亲自送往天刑台领罚。仙灵受损，心脉皆乱，既是剜心之相，又有雷行之境。纵然所有证据都指向你，但我这颗心告诉我，绝不是你。我能安然归来，只因有人剜心相救。只惜与你无话不谈，他可曾与你说起过此事？没有，这件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只惜现在一定重伤未愈，你赶紧回去看他吧，不送了，请回吧。娘子。你叫谁？你呀。今日之后，我们永不相见，这是告别的礼物。沉香里的安眠散最多让应渊君昏睡一炷香，必须尽快炼好解药。应援君，等你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会看到我，你发现我是严丹会不会吓一跳？